中寮乡的珍珠柑清甜好食，真受到市场的欢迎。最近开始咧采收了，农会甲农民合作，利用网络栽培行销。也毋过今年的产量减大约三成，爱食珍珠柑的民众都爱把握品尝的时机。果子树发出来珍珠柑，由青色慢慢啊转色，每一个阶段拢有伊无同款的风味，农民嘛拢紧来给挽落来。年前的时阵有下迄酸雨哈，产量可能都有较少，所以尾仔来，尾仔来较无雨吼，无较加出来。中寮乡气候和地理条件适合种珍珠柑，加上农民用心管理，种出来品质真赞。只是今年产量比去年减少三成，计少毛贵一丝丝啦。我这边都是网络栽培出货，包括各农会的。因为气候变化，农民照顾果子园更加困难。不过，赶快用心地照顾珍珠柑，可以有真好的品质。啊，采收期超一个月。爱食珍珠柑的民众，得把握时间来买。